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年三十的歌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朋友们，谢谢。台上我们台上有个表，现在是9:48。嗯，已经演了快3个小时了。对，刚才这一段说的时间有些长。是，三哥是为了让他多休息会儿。三哥心疼我，三哥心疼他。三哥特别爱我，我也特别爱三哥。原来的同事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同一天进的德云社。对，我们两个原来在一个单位，嗯，一个饭馆，嗯。然后他做门童，你呢？什么叫门童呢？就是在门口，来了两位，里边请。迎客，就这么一个角色。嗯，我是传菜的。哦，您是传菜的，就厨师炒好了菜，我给人端到桌上，这是传菜员。好，我们俩在饭馆工作了2-3年的时间。嗯，同事，后来偶然的机会认识到我师傅，啊，然后我师傅去我们饭馆吃饭，说，哎，这小伙子不错，走，跟我学相声吧，就把孔云龙带走了。哦，没带你啊？啊，没带你、啊。后来我也是愣不要脸，就愣去了。哎，啊，就好像是见到了一份希望一样。是。刚进德云社的时候，我师傅还没有红。嗯。没有红，他也不赚钱。是。他跟我师娘也是每天挤公交车。嗯。有一个小剧场。对。小剧场特别小。多小啊？大概能坐200来人吧。哦，那是不大。啊，不大，10块钱一张票。有后台演员得有14-15个，7场节目吧。7场最少就14个了。啊，14-15个演员。加上报幕15。对，每天观众呢大概有2个。这2个人养活你们15个。对，真事儿。哎呀，真事儿，2个观众。就那我师傅还每天就坚持着。坚持。他觉得总会有希望。哎，是。哎，然后后来坚持下去了，我师傅也红了。是，然后我师傅红了呢，我就开始学习了。瞧见亮，因为我觉得我师傅赚钱呀、啊。哎呦呵，对，然后我师傅没红之前，他不赚钱，那会儿我劲儿也不大。啊，瞧不见亮。我一看我师傅，呵，好家伙，能赚钱，我就开始拼命学习，拼命学习。哎呀，那会儿我跟孔云龙，我们俩住一宿舍。哎呦，他每天学15个小时，嗯，我就学16个小时，这多一小时。他不睡觉，我也不睡觉。哦，我也学。良性循环，是是是。后来我一天比一天红，卷呀、啊，嗯，内卷嘛，嗯，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是，三哥呢就停那儿了。是啊、嗯，你比他少睡一小时。不是，三哥就是老出点什么问题，啊，骑个摩托车，当就撞下力，然后是是是，一歇就半年。对，年三十放炮就歇了快一年。嗯，对，大年三十放炮，你说放炮就放吧。他寻求刺激，您知道吗？拿自己当炮了。我烧饼、曹鹤阳、孔云龙，我们4个。哎呀，我师娘买了好多炮。是，那就放吧。我们谁放炮不都是这样？对，哎呦呦呦，点完就跑啊！三哥呢？三哥不一样啊，三哥就跟吃煎饼似的。跟吃煎饼。点完。等什么呢？站这儿！哎呀，等炮呲呢，就给自己崩出3米来远。哎呀，崩烂了！哎，行，崩烂了！哎呀，我不知道那个鞭炮啊有红颜色。哦，染红了都。好，血染的鞭炮。三哥就那样，是特别逗。然后后来逐渐的也好起来了，越来越好。三哥的幽默呀跟我们不一样。是，嗯，他铺平垫稳，他在台上学个小人物，学个我们学不来的东西，他学得特别好。台底我都说像憨豆。嗯，是，希望三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嗯，越来越健康。嗯，啊，现在看恢复的不错。嗯，是，刚才他讲了很多小时候的故事。哎，小时候上学呀，谁小时候都不错啊，美好的童年。是啊，对吧？那我来说吧，我北京人呐，我们北京人在我小时候，说实话，一说北京人，这大哥要走啊，大哥，大哥，义愤填膺的走了，骗子，大哥，我河南人，大哥，我怎么才能留住你？说早说实话呀。
因为我是河南人，对对对，对吧？我相信我的童年跟你的童年应该不一样，多新鲜呢，对吧？能一样吗？你童年幸福吗？我童年还行吧，挺好。快乐吗？快乐呀。嗯。游戏多吗？还行。跳皮筋儿，28256，28257，跳不动。哎呀，就回来回来回来，好家伙，腿脚还真利索呢。感冒，腿又不感冒。小时候反正挺好玩。你有没有就是捉迷藏？有。然后别人一找你，你跑到别的村去了。您这是捉迷藏，就是逃难吗？这不是？什么叫逃难？我怕他抓着我呀，我怕他找着我呀。后来呢？家里都没找着你。第二天我回家，我爹差点没歇死我。多新鲜呐！我躲起来，我躲柴火垛里了，我睡着了，我不知道。夜不归宿干什么去了？然后我爹就给我打一顿。你没有吗？哎、没有、嗯。小时候玩水，嗯，弄一水管子，然后摁住了你前面那个头，然后他就滋得很远，嗯，滋你爹一身，然后你爹又给你打一顿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小时候玩那个弹球，嗯，玻璃球，当当当，然后就弹你爹。然后你爹又给你打一顿，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没爹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怎么了？我不是没爹，我没那么讨厌。拿自己爸爸开的呀，那弹球弹自己爸爸。他让我弹的呀，他让我弹的呀。谁让、啊、你弹的？来，笑笑笑笑。嗯，捧我。怎么当爹的是捧我啊。嗯，刚才孔云龙说他小时候叫孔德水。孔德水。哎，我们都有原来的名字。啊、原来名字叫什么呀？岳龙刚。岳龙刚、嗯。哎，你知道我这名字怎么来的吗？怎么来的？嘿，好家伙。小时候刚生我那天啊、嗯、我爹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什么呢？梦见天上有一条龙。有条龙。哎，你什么？这你不信？这你说说，有条龙怎么了？天有条龙啊、嗯，缓缓地向我爹飞过来了。飞过来了。我爹近视眼，那还能看出龙来呢？看不清。嗯。我爹说：“这是个啥呀？”啥呀？这是个龙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看不清你。看不清。看不清你。嗯。龙说：“不。”你等会儿。龙是说的是放的，还不，这龙怎么这么别扭？这话，啊，你把你的笑容收回去啊！废话，这龙怎么还有口音呢？我听着，不，啊，河南的龙它可不是有口音吗？我在纳闷，河南有海吗？就有龙？啊，龙非得在海里啊？旱地儿的龙。汉龙啊，中原龙啊！哎，好，那龙说什么了？不，你过来，我看不清你，看不清你。龙说：“俺不，还俺不。”我爹小呵，这个龙真刚，真，我叫龙刚。让这龙过来，龙不过来，你爹夸这龙刚，叫龙刚，那这龙宁叫龙宁啊，应该。龙宁不好听吗？龙倔，龙刚，什么玩意儿？要不你弹你爸爸，是给他枪刺的，我告诉你，这老头就骗孩子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最近犯了个毛病，就是一笑就岔气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小名叫龙刚。啊，这我有几个朋友，
哦，您还有朋友呢？嗯，当然有朋友了。我有朋友叫三儿，顾名思义，排行老三，名字就这么起。三儿，对，哦，我还有个名，还有个那个好朋友，还有个名字，还有朋友，什么叫什么呀？等一下，四儿，姑娘，你要走吗？要走啊？姑娘说不。深圳的龙，镇龙，镇龙发聩，那叫。还有一个朋友，四儿，不是，啊，什么？叫来呀？叫什么？来呀？叫来呀？对，哦，他妈怀他的时候，嗯，生他的时候，嗯，难产。哟，难产，那对叫名字有什么关系？难产，哎呵，使劲儿，他妈说，来呀。是难产，站着生。我在台上，我能躺下吗？那你也没这站着干嘛？那这等雷呢？这怎么着？我能学人生孩子吗？这您讨厌吗？好家伙，嗯，来呀！这孩子又来了，来呀！哎，我们仨好朋友。哦，龙刚三儿来呀！瞧这仨人。哦，来。好朋友，嗯，我们仨天天在一起，嗯，十二岁拜把子，哦，对，十二岁一轮，嗯，一结金兰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一结金兰，因为我们村有一庙，啊，什么庙？就是普通的庙，你不看供着什么就一结金兰？普通的庙就是很多人在那烧香祷告，供的是村长他爸爸。那是坟，那是庙吗？真邪恶吧，这他们家。我跟你说相声，我还得提着泪叉子是吧？废话，我也没想到啊。谁说坟了？那就是庙。村长他爸爸这不是坟吗？这他爸爸德高望重。那德高望重不能修庙啊，村里头就老有人去拜访他爸爸，那人家上坟去，村长就着急，你说你别老来人了，这样传出去不好，多新鲜呢，那我们就都想拜访他，就给他爸爸修了一个庙，那迁坟修得好一点是不是？好当庙了，仨人跟坟前一结金兰，真行，仨人跟来呀、啊、还活着呢。来呀、啊，三儿！哎呀，这真事儿，真是！我说的都是真事儿。村长他爸爸里边有一个照片。废话，那不就坟吗？那不就坟吗？真行啊！他两边还有花呢，多新鲜！男丁接爱换呢。还种两棵小松树呢，是不是？那倒没有，那么就是花儿，那不够三年那是。嗯。好家伙！我先进去了。哎，是是是。来呀，三儿，来三儿，三儿，我们仨往那一跪。好。拜把子兄弟。正好，正好。嗯。后来那俩都进去了。因为盗墓啊。不是，十三岁就出来了。您说那三儿南派三叔是怎么着？三儿，真的，后来差不多不到一年就出来了。啊、为什么进去呢？嗯、就把那照片给偷走了。村长逮的天在这儿，真事儿、嗯。所以说小时候就比较乏味。不乏味，这还乏味。这还乏味，无聊着呢。行，无聊着呢，挺好。啊，就喜欢说说唱唱啊。哎、哦，还喜欢唱。哎，咱这个节目叫什么？年三十的歌是吧？是。我小时候就喜欢唱。哦，是。跟三儿跟蓝也都没有关系。拜把子时候还唱来的。唱。嗯。你们的儿歌是什么？我们儿歌什么都有。深圳这边你们都唱什么儿歌？
你们都会唱吗？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真的耶！但凡这要是儿歌，台底没有超过14岁的。我们小时候儿歌，你们小时候唱什么儿歌呀？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，喜怒哀乐一起，那个都到那心头来。鬼也不是那鬼，怪也不是那怪。您上庙也不是那个庙。牛鬼蛇神，你老逗我干什么？废话，小时候儿歌《聊斋》呀，这什么儿歌呀？这拜把子不得放个音乐吗？这好，这好，你们应该知道是坟吧？应该，人家拜把子这一拜，哎、对呀，八官帮之慷慨，我们就是村长的爸爸。哎，这。儿歌，哎呦呦呦！小时候还喜欢看春晚，大家喜欢看春晚吧？小时候都喜欢。哎，春晚上很多经典的流行的歌曲。哎，大型晚会那是。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。哎，我之前在别的城市演出的时候，我唱这个，台底下大合唱。你不会？底下观众可能太年轻了，嗯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。哎。我那亲爱的妈妈，一百。过去的时光难忘怀，难忘怀。哎！热点，来呀！来呀！三儿刚下去，走什么呀你？您唱点，大家都会唱的，是不是？你往近些年春晚倒一倒。我印象很深的郑绪岚，哟，第一年春晚，哎呦，美极了。郑绪岚老师美极了，粉色的毛衣，哟，牧羊曲，是少林寺里边的曲。对，我给您学一学啊，牧羊曲。日出嵩山坳，哎，您字儿倒了，嵩山，我们凶山是哪儿？嵩山。我们是河南台转播的，怎么意思？河南台转播还得配音呢？他转过来他就有口音了。哦，声卡的事儿。日出嵩山坳，嵩山，晨钟惊飞鸟，林间。这老憋着走啊，这怎么？太老了，村长他爸爸听过应该这玩意儿。那年代太老了。亲爱的人，这歌你没听过吗？哎，我再唱一个，大伙儿应该都会了啊。您心里有点谱，唱个大家会的。经典老歌，春晚上唱过的。还老歌？嗯，多老听。我的女神。女神谁呀、啊？柳岩，你让他来劲了吧？关于柳岩，我装作无动于衷，
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。哎，你们粤语歌是不是会唱啊？啊，这是粤语歌，行，对，你来粤语歌。粤语啊？粤语。浪奔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哎，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？你们唱的是粤语吗？您唱。云帆。你们就会仨字儿是吗？一个歌会仨字儿，就跟您会的多似的。嗯。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，只知道谁会光阴。太老了，岳云鹏就是算滑铁卢了。嗯。那我别的我也不会。还是讲讲拜把子的事儿吧。粤语歌还有什么？你们起个头。海阔天空。海阔天空。Beyond。经典。敢听我。我起高了是吧？怀着冷的流的生我飘远方。风雨里，天空海阔，你与我可会变？谁不再变？怎么不对吗？还挺有气势。嗯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谁人都已哎，真不容易啊。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谁人忘记了忧郁，只是有神神都是可以知。谁人定我会滑流，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也是版本不一样是不是？我的发音还行哦。行行。苍我好好起个头啊，好好起个头。好沉醉浪子的根基，我感觉吧。您感觉怎么了？我感觉这边像是这边的人，这边都像是一帮混子，我感觉。什么词儿这叫？不是，人家这边洗头，他总是搭尾地儿，我感觉是吧？这边可能是外地的朋友多，嗯。浪女哪和腰？你看，永远都是这边先唱，这边唱完，这边哦，原来是这个歌啊。这边都靠着墙，可能是因为。愁水飞不去富岸山，不去为何我身一片空虚。一切都失去梦枯尽，换一个跑这点歌来了。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大哥啥都会唱，就一个大哥，他旁边有个女的不爱听他唱。嗨，这是给我的感觉。嗯。冷雨抛寒我点点纷飞，
千里高温波涛，哥哥嫌我太狂，嫌我八戒，还是那大哥，还是那个大哥。哦，大哥真捧场啊！还有啥？我给你起个头，一会儿。你俩还有什么？唱给那大哥听。莫妮卡，莫妮卡，嗯，我想唱个粤语歌。我哎呀，我的曲库，我想挑战你。你看，胜负欲来了。光辉岁月，第一句怎么唱？咱第一句不会就别唱了。来，咱们今天这样吧，怎么样，你们起头，这边接。挑事儿吗？这不是？话筒，给我来个话筒。给他来一个手持的。大哥，你们起个头，这边接。哎，来，大家心疼我感冒了，不用我唱了。来，你们起头。五百的，让我将你心儿。是否仍完美无瑕？还是这边比较欢啊。孙悦来一个。我来不了吧，我分场时候给你们来一个。学猫叫，喵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周杰伦的，周杰伦的，周杰伦什么歌？稻香，稻香怎么唱？青花瓷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。够了，再唱，非常贵，有版权，唱四句就有人告我们。刚才那个什么光辉岁月，什么海阔天空，一定不要发到网上，那版权可严了。还有啥？啊？麝香夫人？哦，麝香夫人。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。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是苍天对你？也是起哄的多。你下去歇会儿吧。别呀，我保护你，我得。我感觉跟捧哏的没有关系哈。是，我挺开心倒是。我们唱两句小时候的歌吧，好吗？您小时候还有什么歌啊？让我们荡起双桨。真老。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我感觉这边朋友没有什么劲儿呢，怎么？你们是来看孙悦的是吗？别，你哄着点他脾气大。哎呀，本来。我没有想到这个节目年三十的歌演成这样、演了个稀碎。本来我是有顺序的，先唱哪个后唱哪个，是没想到从粤语歌就开始跑偏了。不，从拜把子是跑得偏。
万里长城永不倒。江山秀丽风铃。我感觉这边的朋友比这边朋友积极多了。我先把我这个年三十的歌啊，这个节目演完。我自己都臊得慌。如果刚才这是翻场的，都无所谓了。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。对呀、啊嗯，我都害羞。您就唱个年三十的歌，找一个年三十的歌唱唱。最新的人，好吧？哎，这好。音乐老师。哟，还有配乐呢，可以呀、啊。最什么最亲？给音乐啊。最亲的人是吧？对，最亲的人。哎呦！节目达到了高潮，声音再大一些。为什么要关灯呢？翻过了一座山，月亮掉入东海，天蓝天蓝，望眼平川，大河白相亲，感谢这人间爱，传承了千万年，千里浪涌向海面，梦里梦外心有处挂怀。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，谢谢我最亲人花间，门前的小树已成烟，从今又来到突然，家的地方周围呈现，难过岁月陪你到勇敢。好了，谢谢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哎，别这接着唱啊，唱不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版权。那就别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才确实有点害羞了，嗯，啊、但是 我没有想到年三十的歌演成这样 啊，聊了个稀碎，嗯，变成了一个粤语大合唱，尤其是有那个大哥，我觉得好幸福，是，好开心，兄弟们来了，嗯，还有什么想听的？五环一唱就结束了，送行郎一唱，彻底结束。跟大伙儿聊两句。又来了。第一个节目的时候，那个叫《白蛇传》。嗯。演完下来，孙老师批评我。没。说确实状态不好，因为我的状态不好吧，就会影响捧哏的。他呢又，我们行话就催我，他又不能在台上表现出我状态不好，他着急那种感觉，因为我们俩毕竟十几年的搭档。他又不能表现出就那种催我的感觉，我状态不好，观众是能看出来。嗯，观众一看出来，观众就会有心疼的那一份情谊在。我不知道有。我说你想多了吧。就会影响整场。对。他就跟我说情绪不高涨。对，我们下一场要调整。我说好嘞，我们来一个全德报。全德报呢，我在长沙的时候演过一回汾河湾。对。按说这种体育馆啊，不太适合演这种腿子活。对，太不适合了。在台上就走来走去唱戏这样的节目，你收音不好。你看我们两个拿了四个话筒在台上，嗯，我就怕角角落落，尤其花钱比较少的朋友听不到。干嘛给人一刀还？
我怕大家听不太清楚，哎，就怕这个，对，所以说就会影响我们节目的质量。对，说那你就卖卖力气，对，在台上出出汗，万一一出汗状态好了呢？哎，病就好了。我一听有道理，是，我们就演了一个全都报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在台上走来走去，然后就显得。刚刚这个年代时上场前还吃了三丸药呢，包容我，大家包容我，因为在台上吧，就是你发烧，你真的是就容易那种，就脑子不跟跟不上，对，脑子跟不上，而且腰疼，烧的，阳了，这回不是阳了，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，还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流感，对，深圳的朋友就是很包容。然后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，谢谢。嘴笨。没事。再给大家说一段。好。往往就是演完了，就很少再正经再说一段了。一般都是唱。今天我一定要卖力气。一定要让大家觉得这个票值，好吗？刚才呀，讲了我小时候的事儿，我跟三儿跟来呀，我们仨就拜把子，还记着呢。来呀，三儿，村长他爸爸，这都是真事儿。小时候无知那是。孙老师小时候也挺逗的。我还行啊，他上了个学校叫北京市智障二中。智障还有一中啊？你大哥就上了一中啊？你大哥。智障二中，他跟高峰、栾云平、侯震他们仨。同班同学，那我们这智商可以啊，在一个学校上课，一个宿舍那么住着，还住校，住校啊，哦，父母早就不要你们了，也怕我们危害社会，对，然后呢，就经常去检查宿舍，老师检查，看看有没有喝酒的，这智商还喝酒呢，有没有抽烟的，哎呦，有没有谈恋爱的，我们这还有女傻子呢。还谈恋爱呢，哦，万一呢？万一啊，万一混进你女的呢？经常去检查宿舍。是，有一次呢，老师去检查宿舍，发现宿舍啊有烟味儿。那有人抽烟没？但不知道是哪个同学抽，没抓着现行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都是小学生啊。我们小学就上智障学校了，可不是吗？虽然都二十多了，但是还是小学呀。哎呀呀，怎么办，老师？就回到自己办公室，挨个训他们。哦，就我们四个，在这个办公桌上放了一包薯条，干嘛这？测试看谁抽了。这能测试出什么来呀？高峰。哦，老高，进来。高老师。老师好。嗯。怎么了，老师？嗯。有事您说，您告诉我，我去给您办。老师。哎，还挺规矩。你抽烟吗？抽吗？老师怎么能抽烟呢？哎呦。抽烟有害健康，抽烟对人体不好，是，更何况我们是小学生，我们不抽烟。这太好了，说的话奖励你，来个薯条吃，薯条都奖励了，谢谢老师。你等会儿过去，这不抽烟吗？高峰，这是吃薯条的正确姿势吗？对，这不抽烟吗？这明显是抽烟了呀，老手啊，啊，跟我玩你还嫩点儿。哎呀呀呀，出去。打扰了。哎呦，真有礼貌啊，很有礼貌，就出去了。出去以后赶紧告诉那几个同学，告诉我们几个啊，不能让他再犯这样的错误，不能犯同样的错误。小栾，进来。栾云平，老师好。怎么了，老师？有事您告诉我，我去给您办。老师，我不会抽烟。谁问你了？我问你了吗？您问不问我都不会抽烟。咬死了，太棒了。奖励你，来个薯条吃。还是薯条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多聪明，拿了一个捏着吃。老师一瞧这还不错，是，就来一个吗？怎么呢？再来一个。好嘞。对，过去，这别烟卷吗？蒙我。哎，你还嫩点儿，两根露馅了，臭不要脸。哎呦，出去，打扰了。哎嘿，夸他呢，这出去了。
侯震，侯老师，老师怎么了？老师，有事您告诉我，我去给您办。老师，我不会抽烟，我真的不会抽烟，我从小就不会抽烟。我虽然20多了，但是我不会抽烟。老师，我的嘴没有功夫抽烟。老师，我真的不会抽烟。侯震碎嘴子，我的嘴根本就没有时间抽烟。老师，我不会抽烟，哎、真的不会抽烟。谢谢，行，打扰了，过来，快快快，这要走啊！奖励你，来个薯条吃，还是这招？谢老师，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哟呵。那个拿了一个，就拿一个吗？嗯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嘞，搁嘴里吃了。哎，吃了，别干吃啊，蘸点酱。好嘞，酱，蘸点酱。老师，你瞧，蘸多了，蘸多了，是吗？是吗？这弹烟灰呢？抽烟了吧？抽了。臭不要脸，跟我玩你还嫩点儿、哎呀，滚！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你别说傻，还都挺有规矩。把所有的经验都告诉他了。那我呀、啊，嗯，孙悦，我已经进来，来吧，老师，我说话还那么慢呢，我这仨里，这四个里就我是傻子是吧？那仨是陪读，没听说过。老师，哎呀，我进不去。可能是先有的我后盖的学校。我住的活死人墓里了，我。哦，对，太胖了是吧？嗯。侧身你会吗？我侧身。没用。侧身跟正身是一样的。哎，行了。我就是一球，我是。来，我帮你来、啊。非得给我拽屋里来。先迈左腿。嗯。哎，再迈后腿。好嘞。后腿。我四条腿，我。再迈右腿。哎，右腿。把肚子给我，哎，这不就进来了吗，宝贝儿？把我倒进来了，这不就进来了吗？哎呀呀，那是怎么走啊？赞姆拉老师，哟呵，还挺天真。你告诉我，我随时得抽过去。孙悦，你抽烟了吗？抽吗？老师，你觉得我这样抽得了啊？对，就我这不好点。啊，确实不好抽哈、啊。嗯，行了行了，你最乖，宝贝儿，来，来个薯条吃。还是这招。谢谢谢。这都教会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这都教会了。怼半天没怼进去。嚯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啊，累。在这怼。吃了，我来一个。蘸点酱啊，嗯、别干吃啊。嗯。啊，累。蘸酱。蘸多了。蘸多了。哦。哎，蹭蹭，哎，吃到蹭蹭，多高？老师一瞧，这还真不错，真不抽，真不错。是，老师这会儿大喊了一句，喊什么呀？校长来了啊！再看他，我呢？这事不会吗？真好，请允许我喝口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都是真事儿，没，别胡说啊。嗯，后来好一些了，一说一笑，这就开玩笑。嗯，但是接下来这个是真事儿，要坏。嗯，我后来毕业了，毕业了、就是，我还能毕业呢？学校拆迁了吧？没带我。毕业了，然后呢，就去北京动物园养大象去了。大象吓一跳。大象后来大象跟他学的那脸老抽抽。哎呀，吓话了。真的，干了10年，四个大象全那样。我大象带走偏了。真的全那样，后来就不干了。嗯，来到德云社，学了相声，也挣些钱。哎嗨，对吧？也买车了，是是是，买了个9手的奥拓。就这车不能再旧了吧？9手奥拓，奥拓还 这种车在深圳很少见了吧？在中国就很少见了。9手奥拓，然后带着自己的媳妇儿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哦，嗯，然后带着自己的宠物，经常出去玩去。养个猫，养个狗，养了个小猴子。
我演个猴干嘛呢？就是喜欢跟大师兄那种来来回回的那种碰撞。我们家不缺这个吧，一家三口经常出去玩去，嗯，是吧？一家三口玩去，对，带个猴嘛，带个猴算一家三口。对，经常出去玩去。嗯，有一回坏了。怎么就坏了？出事了。啊？撞了。撞车了？在高速上，撞树上了。撞高速。大。哎，先别使相声，这理论不对呀、啊。怎么了？这高速上哪有树啊？高速高速的吗？是高速是高速啊。高速上那天正好长了一个树。那就给我长的呀。大。车都碎了。是，不撞树开快点也碎。再看他们两口子。我们两口子怎么样？分尸了。撞树撞刀上了。两口子那个俩胳膊啪飞出去了。俩腿啪飞出去了，两口子血啪飞到天上，两口子血啪落到地上，组成一个惨字儿。我还不让鞭炮崩了呢，惨极了，哎呀，惨极了！警察来了，给他们两口子搓吧搓吧去，搓吧搓吧，啊，弄走了。得亏啊，小猴子没事儿，对，猴没事儿，一点事儿没有。那猴灵可能是猴精，猴精的吗？是是是，警察还问那个猴子呢。您等会儿吧，警察问这猴，警察是唐僧是怎么着？我说他是唐僧了吗？那没有问猴的呀。小猴子，嗯，我说话你听得懂吗？再看这猴子，猴子，这猴还挺胖。出事以前主人在干什么？啊，我跟我媳妇儿。再看小猴子，啊，在亲嘴儿。哎，行，别说了。亲完嘴儿干什么呢？嗯，再看这猴子，嗯。亲热了啊！亲热啊！别比划了，你在干什么？猴呢？在看猴子，开车呢。哟呵，来个体育老师，嗯，还想唱什么？大哥，你起个头啊，大哥。哟呵，大实话我不会。大实话我们不敢唱。赵小帆我也不会。赵小帆不，一会儿让他们有能分场，他们唱。最新的人，我们再唱一回好吗？刚才没有。哦，没唱完，再唱一回。老师，最新的人。别着急，没结束还早着呢。我要你走山，别留下遗憾。感谢这人间爱，穿透了千万年，亲人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是缘分光环。花开山上共鸳鸯，绿水青山不是何年，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，谢谢我最亲人花钱。突然家中爸妈皱纹出现，翻过岁月飞的风纹，借人间爱，传承了千万年，
水青山，不问是何年，一家的人都到了冬天。谢谢我最亲人花间，看破岁月飞向遥远。绿水青山，不问是何年，你家的人又到了冬天。谢谢我最亲人花间，门前的小树我已成烟。风来的突然，家中的爸爸皱纹重现，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，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。真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想听什么？你看我会唱的，我都唱给大家。水漫金山，嚯，竹板书，来，有吗？水漫金山的，西湖美景，山河观。秀水成高山，金线流在在这个湖沿岸，金山竹影几千年，许汉门到西湖，他去观美景，见了七国二蛇两位大仙，国娘子见许仙有了情感，搭船借伞是配了姻缘缘。这一天夫妻饮美酒，一宿黄石起了祸端。谢云溪，我的二夫主，一捐。国娘子一见二夫丧了命，急忙忙长寿高山道取仙搭丹，搭救二夫，他是得了命。许汉文怀怨是上了金那山，许汉文到金山，他是去还愿，一去多日是没有回呀还。国娘子带青儿到了金山寺，正赶上法海是打坐盘的禅。国娘子走上前忙打几手，好心的禅师傅尊了几番。我与你一无仇，这个二无有恨，你不该拆散了美满的姻缘。三生放出我的二夫主，一笔勾销是无挂言。三生不放我的二夫主，夺舍我平了这座四金那山。法海闻听他是冲冲怒，胆大的妖蛇你敢出狂言，此乃是佛门这个清净地，天雷之下你心难全。国娘子闻听也是冲冲怒，手持宝
进士冲上了前，他二人在殿前，这个叫了声、哦、谁胜谁输是哪个战先，多娘子一见，我是南曲生，水晶宫里是把兵那般，五湖四海还有三江水，大水要淹着四金那山，法海一见，谢谢，正好正好正好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我想唱完，对，可是这嗓子痒也受不了了。嗯哎，哎，行行行，孙儿来一个。行行行，你歇会儿，我唱一个。对，那个，原谅我，因为我得看词儿，我实在是记不住这个。嗯，你们要原谅我，因为我唱歌难听。嗯，那个音响老师，您受个累。嗯，找朋友放一下。慢些走，分别多年以后，是不是总要借口太忙，慢慢的习惯成为理由，总会想起那些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，此刻我多想给你们一声问候，蓦然回首，是在经历了多少风雨后，曾经天真的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离分，当我独自的走过人生十字路口，当我拉着妻子和孩子们的手，我才发现你们已经离开我生活太久，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金戈里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我们想找回那些好朋友，金戈里握握手，从前的日子涌上心头，金戈里一起喝杯酒，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，您多担待听多担待听啊，主要是为了让月老休息会儿。嗯，很好啊，谢谢您啊，我刚才热泪盈眶，我觉得两个老爷们儿在台上说一些肉麻的话挺没必要的，我们俩台底下一句就是好听的都没有，我们俩除了骂街不说话。嗯，要骂的要多狠有多狠，是，就是那种朋友，刚才他唱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人生有三五知己就足够了，你有俩就足够了，我台上有这样的搭档，我何德何能。您客气您客气，我此生再无所求。哟，怎么意思，在我说相声十几二将近，你看我是04年到现在多少年，19年，嗯，
19年的时间，我今年38岁，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相声行业里度过。对，苦倒不苦，19年，我跟孙老师搭档14年。是，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，就是我之前那个搭档。哎，你要不感谢我就别划了一下。要不是他请假，嗯，我怎么有可能跟老师？我趁虚而入啊，怎么可能跟孙老师搭档呢？哎，这个各有原因啊。在我说相声这些年，不同的起点，不同的转折点，嗯，都是孙老师在帮我。您客气。那段时间我在台上老说一些屎尿屁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好笑，而且容易引起爆笑。哎呦，孙老师就说：“你再演那种东西，咱俩就掰了。”我觉得那个东西撑不到你上更大的舞台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对吧？我们不同的转折点，不同的时候，对，总身边总有一个朋友告诉你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。他毕竟长我一辈，大我几岁，嗯，经验又比我丰富一些，学相声年头又比我长。您客气。台底下经常能够指指点点，戳他脊梁骨，经常能够指点我。没，这是多大的一种幸福！而且孙老师相声真的很逗，真的很幽默。说相声不幽默等于死。对，你别干这行了。嗯，孙老师真的很幽默。没，我就是我经常喜欢在，我经常刷快手啊，刷快手。怎么不提那个呢？我快手代言人啊，也怕人家告他。嗯，我经常刷快手，刷那些短视频，就是有人总结孙老师就是一语制胜那种。那都没有，对吧？我也喜欢看，我觉得人家捧哏就是好。别，在我心里第七名。怎么差点撅过去？还有六。你差点撅过去是吗？废话，我还以为我怎么也第二、第三、还六个呢，前面还。于老师一个人占六个。于老师有六，嗯。于老师那捧哏那无敌呀、啊！无敌，对，那岁数是无敌了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孙老师好。您客气。所以说，哎，现在眼泪已经回去了，一滴都没有掉下来。俩老爷们在台上，对吧？没必要。哎呦呦呦呦！所以说，接下来孙老师，嗯，谢谢。哎呦呦！您客气。这个包括演完第一段，您下去跟我说，嗯。咱们得调整，没，对吧？咱们得让观众满意，人家是买票来的呀。这两位大哥一直在跟我摆手，这是我们工作人员一直在说时间到了，因为场地有要求。这俩人快哭了都，嗯，马上就罚款了，嗯。等时间到了是吧？时间，但他就过来跟我说到了，对，不是加钱的事儿，人有规定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所有演员上来，咱们来吧，结束曲来。所有的小伙子们上来，马上结束啊！马上！来，那个，站偏了啊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李鹤东，谢金饰演，对，我的叔叔。三哥，我原同事三儿啊，张九来，来呀，就这俩朋友，这屈老孙家出了个屈，多丢人！我告诉你，孙九方，嗯，啊，不重要，叫啥？刘贺安，对，贺安。这是我们今天所有阵容啊，接下来宋清郎唱给大家啊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
小妹妹的花豆豆啊，小妹妹的豆豆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豆豆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，这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。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。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谢谢大家，明年再见。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下面请欣赏相声《全德报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，有请。哎，怎么着？等一下，兄弟啊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兄弟啊，因为给你钱都得给钱，一会儿。等一下，因为要签名的太多了啊，给你签没法弄了。一会儿结束了，捆门口慢慢签，没事啊。回去，滚蛋！哎呦，怎么着？哼的人家干嘛？谢谢各位啊。嗯，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特别特别特别的相声啊，特别主流的相声。嗯，冯兆阳还有这个杨鹤通，杨鹤通大胖子，杨主任巨肥无比。哎呦，胖子都没有人样了。是，比他轻那么十来斤。二位呢，下去休息一下。没有必要这样吧？啊！您的一生是辉煌的。行了，别说这个啊！下去休息一下。是。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。是我们俩呀。再给您说一回。是。其实呢，很多朋友认识我，可能是在电影大屏幕啊，什么春晚的，在这些个地方认识的我。你看，每次出来得说一遍。其实我会的。远远不止这些。哦，还会什么呀？我最拿手的啊。嗯。哎，孙老师，干嘛呀？我问问您啊，刚才咱们演了一段这个绕口令，嗯，有说有笑，是，有热闹，是。您呢，表现也不错。谢谢您。虽然喇嘛塔嘛，我没有太听清楚啊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您除了这些，对别的艺术行业了解吗？看您问什么了。就比如说啊，嗯，话剧您了解吗？
话剧叫就是那个人艺那种啊。咱们德云社不也演话剧吗？对，了解了解。窝头会馆，对，爱看看，爱看，跟他们那个杨立新他们都认识，啊、都认识、啊，也爱看。是何冰老师呢，都是朋友。啊、哎，不错不错，认识认识。歌剧呢？哦，歌剧就是国外那个，嗯，帕瓦罗蒂啊，什么朵明哥那个哈，啊，也听过，听过，来中国巡演的时候也看，哦，站台上去，啊，这也行，有披头散发一女的，哦，的那个，这也会，再多少看点，啊，戏曲呢，啊，戏曲也行，您看什么戏呀，啊，评剧，哎，可以，河北梆子，啊，听过，京剧，啊，京剧更熟了，北京的唱京剧的都认识啊。真了不起！是是是，啊，鬼故事行吗？讲鬼故事，不是你要聊什么呀？到底不是，不是我知道都不聊。我想找一个您不太熟悉的，这样才能彰显出我在这个舞台上散发的魅力有多么的强大。你说这人的心态就不好，哦，非得找我们不灵的啊？您灵的显得您好啊？那你早跟我说，我配合你就完了呗。太好了。真行，太棒了！啊，您说，您说，我听听。我最棒的啊！您最棒什么？就是戏曲，啊，京剧。那不行。哦，那不行。嗯，那什么戏呀？南昆北弋。南昆北弋。东柳西梆。嗯，听过这句话吗？听过，听过，听过。啊，没听过，没听过。忘了。好好的啊。忘。要没法进行啊！不，是是。要必须退票了啊！不是不是，那我应该是听是没听过呀？五金不够，没听过。没听过，没听过。哎，太棒了，嗯，太棒了。我就是研究那个弋调高腔，南昆北弋，弋调高腔。哦，这会的可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会的可不多了。哦，有的朋友说了，那你是怎么会的呢？哪个朋友说了？这一场还有你的朋友呢，有哦，你朋友坐得够远的，哎、哦，行，这都是我的朋友，行，有朋友说那你是怎么会的呢？嗯，这是我爷爷的爷爷把他交给了我爷爷的父亲，我爷爷的父亲把他交给了我的爷爷，我的爷爷把他交给了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把他交给了我，今天我把他交给你，我不学。我是你们家孙墨子是吧？我作为一个老北京，我第一次听这词。你甭老北京你，孙墨子。废话，我没辈儿了我。这家的我见谁都得给人跪下。您什么都得学呀、啊，不是艺术才能够长青啊。我跟您这么说，不用您教我，我听过一调高腔，有那个老唱片，我听过。做人可不能这样。我怎么哪样呢？刚才你说你没听过的。我才说我会的，咱是不是这么聊的天儿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咱俩谁做人不能这样啊？废话，我要说我听过，你不就换话题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我多少知道点儿，但是比不了您啊，比不了您。那是，我就是一张唱片的能耐，就这点儿。听过哪个唱片？这个《千金全都报》。全都报。是是是，传统的曲目啊。太传统了。好。改天吧，啊，改天上我家，上你家干嘛？我搞搞你，好吧？我还得送上门我怎么了我？什么叫搞搞我？你要干嘛你啊？就是我骂死骂死你，骂死骂死我，宅着门我头发不多了，不禁宅，宅着门你要干嘛吧？调理调理你。就把你那会的那些给你归置归置，让你更上一层楼，更棒一些。哦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就我会这一小部分呢，上家去，您给我说说活啊，让你更高。那干嘛上家去呀？啊，这儿不成吗？这儿啊，啊，这儿不行，行，不行，行，咱没有道具，你说行就行了。什么脾气这叫？没有道具呀、啊？什么叫道具啊？高跷这怎么能行呢？对不对？什么？什么高跷啊？高跷啊？就我这模样踩俩棍儿好看吗？刚才我跟你说好了，拔拔杆儿啊，不是高跷吗？高跷
高腔，一调高腔，怎么高跷都出来了？高跷我成盛方就不好吗？我刚才我说一调高腔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说的呀。那我给你找点毛，那就在这儿呗，在这儿。您教教我，这什么？我就会这出，一听您肯定会，您就带我唱这出，中间给我教的能耐。咱们炫场就来一回。好嘴，炫场，经历过车祸这是。这倒是可以啊，行吧，可以。在这给我们说说，不就是青筋全都报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它是有故事的，对不对？太对了，什么没故事啊？什么戏都得有故事情节呀、啊？故事情节讲一讲，什么意思？讲？哦，您怕观众不知道？当然了。哎呦，这嘴！当然了，万一有的朋友说这什么故事不知道？不是您知道吧？我去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行，我跟大概各位说说啊。这事儿发生在五代残唐，有这么一位落魄的将军叫高怀德。国家开五和尚赶考呢，高怀德想去可去不了，有个闺女带在身边不方便，最后一咬牙一跺脚，一纸文书把这闺女送到自己的朋友窦燕山的府上。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为奴为婢也好，娶妻纳妾也罢，他就不管了，就走了。窦燕山一想，这是我朋友的闺女啊，我怎么能娶妻纳妾呢？就收为义女，还给收了一房姑爷。姑爷姓石，叫石守信，也是赶考的举子。新婚之夜，小姐深明大义，把姑爷从后花园放跑了。第二天，窦燕山知道在钱塘殉女，最后高怀德、石守信翁婿双荣归，大团圆的结局。就这戏叫《千金全得报》。岳伦一下子飞到张家后院了，怎么飞过去了？不是，刚才有点尿急，尿急。你长那脸就知道尿急。嗯，哎，说完了吗？这个故事说完了，不好不好，怎么不好啊？没有鬼啊！谁说鬼故事了？你不知道给大伙讲一个鬼故事吗？没有，咱不是讲剧情吗？千金全得报，千金全得报。您真行呢。那这个故事有人物啊？您演过那没人物的啊？我喜欢这个有人物的呀，多新鲜的有人物啊。行啊，完了呢，因为我会的不多，这个角色呢先挑一挑。嗯，并且这个戏太大了，一共是八本戏。哎呦，咱们掐头去尾，不唱当件，别唱了，就唱当件考童训女这两只。考童训女，哎，对对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先挑人物啊。好，我挑我会的来啊。没错。我先来这个窦公。您窦公。嗯，我窦母。窦，那我要窦蛐蛐呢？我窦油葫芦。我窦三影。我窦大扎枪。我窦小黑小子。我窦大胖娘们。抬起头来，我瞅我的嘴脸。您等会儿干嘛呢？窦公窦母，这什么叫窦母？你先窦的，你先窦的。是，我是窦公，我窦大人。我窦小孩又来了。你先逗的呀，我演窦燕山，窦员外，窦员外，窦公，这是个人啊，人，我演谁？你演安人，安人，嗯，安人是什么东西？安，怎么安人都不知道啊？嗯，你演我媳妇儿，我演你媳妇儿，夫妻戏，是嘞，夫妻戏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小孙子，怎么了？就台上这么一会儿，干嘛？下了台，你拉着我上你们家过日子去，我可不去啊。这还憋着跟我过日子呢啊！就这么一会儿啊，就台上，啊，我窦夫人，哎，窦夫人，行，后边角色呢我也先挑，因为七戏，因为我会的少，嗯，后边还有一个老院子，老院子是老管家啊，完了一个衰配老生，有大段的唱腔，我来，哎，高了，简单，人家会唱，哎，这个有词儿都在您这儿啊，行吧，好，还有一个小丫鬟，小丫鬟是端茶倒水，没什么事儿，没词儿，你来，我府上。胖丫鬟，我就买夫人一个安心。嗯，真行啊！啊，我来，好好说相声，胡说八道啊！这还要怎么好好说啊？这是，完了还一个姑爷石守信，姑爷是石守信呢？石守信，石姑爷，石姑爷，我来。您来姑爷，我太像姑爷了。
你看，真是的，反正有词儿。还有一个小姐高桂英，高桂英是石守信的媳妇儿，高桂英。高桂英，你来，我来，你来。好在是没词儿。还有一个大将高怀德，高怀德是高桂英的父亲。我来。还有一个义子高同啊，义子高同是高怀德的干儿子，高怀德的干儿子。哎，我来。我不懂为什么啊？您别不懂了，就这一段每一个人都这么演。对，高怀德的干儿子，哈哈你来，每一个人都这么演，多新鲜呢！不这么演，这便宜占不到啊。再来，我合着别再来了，行可以。合着我又是你媳妇儿，又是你闺女，又是你儿子，大包大揽。谁大包大揽了？这不是你分过来的吗？行，这我认头，反正这仨人没词儿，全是跑过场。行啊，词儿都在您那边。哎呦，坏了！哎呦，怎么就坏了？唱不了。怎么唱不了？我没带着装过呀。您这身体现在是随时嘎呀？什么叫随时嘎呀？就是随时死带装过干嘛出门？随时准备的。装过就你们行话管那叫兽医。我们哪行的？我们叫兽医呀、啊，就是舞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，中间绣一大煎饼，里头有什么鸵鸟、皮皮虾之类的。哎呦，那叫那中间有一个大锅圈。行，别锅圈了，还有广告的这里头。锅圈知道吗？行了，可以了。您说那东西叫做行头，戏衣啊？对，戏衣没有啊？没有，咱是相声舞台啊。那怎么办？就不穿了呗。不穿了，太棒了。对对对，哎，打刚才我就觉得，你等会儿，你说的不穿了，我没说不穿衣服呀，我说不穿戏衣，不穿行头了，真行，手真快，我跟你说，这边是加钱啊，回来。这边没说加钱，我只能给这边看啊。我张开怀抱，揉碎了我。我可瞧着您原来干什么的了。我说刚才大爷说来，你怎么说那么一句话呢？手真快啊，就这么功夫解俩扣了。我就这功夫系俩扣我都费劲，你知道吗？您会系扣吗？我怎么不会系扣呢？我们系扣都这么系，你系得着吗？够得着吗？我们这么系啊。您那是假知识吗？摆上。哎，这么系也行哈，多新鲜呢。不是，咱别岔开话，就穿大褂唱就行，素身唱可以啊。完了，正好提个要求啊，因为没有乐队跟锣鼓场面。哎呦喂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好就好，就这句像说相声的，咱用嘴打家伙。那嘴笑，因为简单，就东秋锣，行吗？行嘞。完了，咱们搬一下桌子。干嘛搬桌子呀？哎，分出前后台的呀。哦，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，这边上场门，这边下场门。咱搬一下行吗？您搭把手，咱俩一块儿搬、啊、一块儿搬。太棒了，夫妻店，回来。你是个驴呀、啊、你！我端着桌子，我就这样。好家伙，干嘛呢你？我又不拽着飞起来了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岔气儿了。我的妈！怎么了？您这就搁这儿就完了吗？你转什么圈啊？朋友们，跟他转圈啊，你只能转圈，你根本就拽不动他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腰子都疼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桌子就搁这儿就行了是吗？完了还得搬把椅子啊。搬椅子干什么？搬椅子啊！好好，完了，您手里把那醒木捡起来，醒木也飞了，还真是。哎，孙老师，对我来吧，我去搬吧。
不是您这么大个子搬这么点一个小凳子啊？我拽死你吗？这结实。你坐得下吗？您甭管。你可记住，您是俩屁股的人。咱大伙评评理，是不是只能坐一个？是不是？这叫人话吗？谁不是俩屁股？哎呦我的妈，我腰疼！我去，真岔气了，朋友们，别逗我笑啊！这什么人呢？一个个逗我笑干什么？我调一下音响啊！来，老师把这都开开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这就开始唱了。对，开始唱咱们啊。唱不了。你早说呀！我都搬完了。你是人吗你？你老生气干什么？老生气干什么？我多大活动量现在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说，我下去拿个道具，你急什么？你别说唱不了，你说我准备一下。还没唱呢，你出汗呢干什么？废话，就这么点活就累成这样了？你让观众上，你带他转一圈试试，比遛狗都累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没想这么累，是吗？说个相声太累了。你看这包上看不出是俩了，你说不是夫妻戏吗？谁给你？不是夫妻戏，你带他干嘛呀？我是你媳妇啊，我得捯饬一下啊。有什么好照的呀？真是的，别照了，你都多丧气，就这也照？哎呀，您这带着就好比是夫人了是吧？第一二三第四排有一大姐拿的是诺基亚，没有像素就别照了，大姐啊！怎么这么是非呢？您这就好比夫人了哈，对，是不是？完了，我上场，您打家伙；您上场，我打家伙啊！对，咱们归后台，夫妻戏啊！哦，我知道夫妻戏。有没有帘儿？没，哎，有没有帘儿？帘儿干嘛呀？两口子吗？咱俩在里头忙活，然后你穿帘儿一拉，我真岔气了。都岔气儿，还有这心呐！我腰子都疼了，知道吗？咱归后台开始啊，来，行吗？来，我们开始啊。开始。馄饨，油条。豆浆，出来！老两口出去卖早点去了。你什么员外爷这是？你先卖的，你说馄饨？谁说馄？我说馄饨。馄饨是什么？咳嗽一声，老爷做派。那我呢？你打家伙就完了呗。行了，早点说呀。馄饨，打家伙。打家伙。你踩着他又怎么了？不是打家伙就打冬秋罗，你跟我说打冬秋罗不就完了吗？你老跟我吹胡子瞪眼，老瞪眼，跟你过那么些年了，老这么瞪眼。这不坏了吗？我没入戏，他入戏了。冬秋罗啊，恩恨冬秋你上那儿干嘛去？唱戏呢？废话，没完没了了，太慢了，你说太慢了不就完了吗？快着点不就行了吗？真磨叽，
恩恨。多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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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一下啊，你怎么也得逼得蹦两下啊，没蹦过啊。我那体力在那搬桌子用完了。您这太快啊，咱这有数的。多少数？三磅半。怎么区别三磅半？冬秋为一磅。嗯，这么着您就看我腿就行。好，冬抬腿秋落腿，看您腿就行。对，明白错不了。哎哎呀，嗯，腿秋啊，落腿啊，秋啊，落腿啊，秋啊，落腿啊，你不秋怎么落腿啊？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？法律救了你。知道你是唱戏的，不知道以为你这干嘛呢？你这不是你落腿啊？您就正常打，您别盯着我腿行吗？你说让我盯着你腿的，你说看我腿就行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道歉，对不起，喊爸爸。这是抄着就得抄着了。你说三磅半啊，我疼，刚才那嗓子头疼。缓一下缓一下，来，我疼。冬秋冬秋冬秋冬。哎，怎么搁井里了？这，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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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。没想到职场能碰见这事儿，今儿人可不少啊！废话，干嘛？没染2700多位，你跟我这儿抛媚眼让我亲。谁抛媚眼了？你说，我让你上来啊！我跟你一块上，咱俩一块上，那叫同场上，切勺。你要赖我了，你说，人家好好好，恩恨。冬秋冬秋。冬秋冬，哎，朝来长我清河，北战今天人真多。还是个纪实的文学，您等会儿吧，我夸你呢。又怎么了？你唱这词儿干嘛呀？这词儿不对吗？不对，咱这戏词儿啊，上下句儿啊。我什么词儿？您怎么不记得了呢？啊，忘了。你看这位，咱就打这儿开始唱了啊！我用您这一次啊，我唱是朝来嫦娥骑永鹤，我呢，您是仙人堂前猎绮罗。好，记住了，来，好好。朝来嫦娥骑永鹤，仙人堂前猎绮罗。哦。撒了气，甩腔，行行好。啊，夫人啊，汉子，汉子，你村里来的吧你？哎，你咋知道啊？对吧，老婆汉子，啊，你说夫人，我喊你汉子不挺好吗？我喊你夫人，你得喊我老爷。我喊你老爷，哎，你应该喊我姥姥啊。我跟你这排辈儿来了。姥姥爷？没有。你喊我老爷是我府里我最大，我官称。明白了，大老爷。老爷，好好好好，来。啊，夫人。阿汉老爷。我汉朝的老爷，我是。嗯。啊，夫人。老爷。你我同坐呀。老爷请坐。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夫人请坐呀。我坐哪儿啊？你搬去呀，自己搬自己的。啊，哦，刚才你提醒我了是吗？我给你眼神了，我说我搬你不让我搬，你搬去啊。
那还嫌我们这椅子了？多新鲜呢，可不你自己来吗？我哪有多余的体力管你、啊、配套吗？我这俩屁股够了。差点吧。哦、来，请坐，就这个。哎，坐我的座儿。这是家里有客人没到啊？把这放下！你是夫人。这府里太乱了。别老冲我喊！哎，好好好，你前面怎么冲我喊来的？啊，夫人！啊，老爷！真吓人！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啊？耳背呀、啊！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可说你！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俺知不道。你起起起来，起来！怎么了？干嘛呢？这你俺知不道？怎么意思？老家话又想起来了。那我应该说什么？怎么就这一句戏词儿？你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！我问你啊，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我说什么？哎，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对对对对。好嘞，来，请坐。那边。啊，夫人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你我的女儿么？正是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院子报来。报来。报来。院子报来。报来。报来。报啊！报。报来。哎，滚！哎，哎，我上黑。你要累死我是怎么着你、啊、你让我抱的呀、啊、我让你抱我了啊？抱什么？我让你院子抱事。院子呢？你谁来院子？我来院子啊！我一杆二啊。您不是一杆二，您一杆好几个呢，都是我大辈儿。哦，对对对，分过角色。对，来，请坐。抢座怎么这么利索呀？废话，我搬的。哎呦，阿夫人，阿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你我的女儿么？真是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院子报来。院子报来。报来。报来吧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没事。玩呢？玩呢？有事？合适。我问你合适。那我什么事？怎么就这一词记不住呢？什么词？这位朋友什么词？往前站着，我告诉你。你离我那个窝远点。什么词？我搀着你，我告诉你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啊！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。老词儿，老词儿，老爷请坐，夫人坐这边。我是怎么坐这儿的？我没想到唱戏这么累呀、啊！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婿儿哪想爱哪儿去吧？死不死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，院子报来报来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内洒泪分别。跟我媳妇儿。
合着小丑是我，跟我媳妇儿。怎么跟你媳妇儿了？跟小姐。是过来与我家媳啊、哦，小姐。对。你至于吗？嗯，我真累了。我自己来。我珍惜在台上有坐的机会，现在。阿夫人，阿老爷，哎，别自己来，女儿拿上去了，先生不知大厅院子，你把院子扒了扒。老爷大事不好，祸事。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撒轮发的鞭。你带怎的讲？撒轮发的鞭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疯了？谁疯了？你打人没有干嘛？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你打。当家做主了，这是。你打什么人呢？你跟我瞪眼干什么？不是你打什么人呢？我这禀事，你说哦，我以为你触电了呢。你才触电了呢，那不是触电吗？哦，那干嘛呢？那是老爷的做派，我是老爷，我是爷爷。你穿着我的，你吃着我呢，你住着我的，带着我呢，不是怎么解释不清楚了呢？跟我瞪眼就不行，我没跟你跟我瞪眼就不行，捞北京话老捞，老了唐山来的是，您先等会儿啊，跟我瞪眼，我还没见过呢，跟我瞪眼，我没跟你瞪眼，刚才后台请客吃饭，麦当劳46.8，我掏的钱，跟我瞪眼，还有刘有整呢，不是，是老爷跟这个院子瞪眼，我来老爷呀，我呢？你谁呀、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来的是院子，是老爷在跟院子瞪眼。我没跟你，不是孙悦在跟岳云鹏瞪眼。我跟你瞪不着呀，我跟你就上手了，我就瞪什么眼？我歇，那等于说我歇你歇错了，多新鲜呐！那对不起了，这是您哎呦，戏剧进行到这儿的是您的错，我应该院子错了。您想啊。昨夜晚三更时分发生的事儿，你大白天才告诉我，你做错事儿了，所以我这我这生气呢。哎呦喂！老话讲得好啊，主子发威，奴才撒衰。明白了，明白吗？我就在台上尿尿呗。不是尿尿啊，就是明白着，就主子发威，你这我就赶紧尿尿呗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个状态就好比这样，吓得抖擞啊、对，抖擞完了呢，体似筛糠，就好比啊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地上有个地缝，你钻进去这么怕我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完了后边您就跪在这儿唱那27句平板，主子发威，奴才撒衰，其实不是撒衰，不是，就是害怕，害怕到什么程度？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地上有个地缝，恨不得钻进去，那么一种感觉。对，完事您唱这平板了得。27句，27句，行，您27句就会吗？该我了，该您了是吧？该我表现了，该您表现了。我也累了，您也累了。来来来，咱们从这儿来行不行？来，咱从这儿来。哎，你踢我椅子干嘛？你踢我椅子干嘛？我来，你别动我椅子，我的，哎，带上，哎，我也累了，真累，没想到，从这开始啊，完成，冬秋，哎呀，好不了。朝来长我七永火，仙人堂前烈气落。阿夫人，阿老爷，坐吧。哎，坐。别客气，咱俩啊。阿夫人，阿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乡去了？你娘们，先生不知当庭院子一被院子扒了呀！啊，先生不知，启禀老爷大事不好。祸事。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撒轮发那边，一带怎的讲？撒轮发那边。哦，日文爷，你等会儿，起来吧，我都看见街舞了，您这干嘛呢？我找地缝呢。别唱了就。